听说苏三省在秋风渡找着证据了，说徐小姐就是那奸。碧城是奸细？不可能啊。碧城，跟我说句实话，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我借给别人了。借给谁了？陈队长的未婚妻李小楠。李小姐，这个东西你有见过吗？这条项链跟徐小姐那条好像啊。